今天开播时机很不好，说实话，今天妈的 DBC 开了，想抽自己，但没办法。看老黄店现在不是，我现在看老黄店里面的阴阳我妈应该不会了吧？兄弟，肥仔那天梯打的那也能狂起来，我是想不到的啊！打来打去那就那几个东西啊，先玩玩蓝猫，好像赢不了，再搞把什么紫猫。侥幸赢了，再搞把火吧，没了。玩玩什么其他的人就没了。最后实在不行了，就玩把老鹿，婉尊英雄。干肥仔，干不了吧？我妈这100多排名，没这个能力啊。讲道理，我今天开播，他今天应该不会开播吧？应该得给我这个面子吧？不是，也是当过几年队友的兄弟，这点薄面还是要给一下的吧？也不指望他送我什么礼物，对吧？虽然他开播我也没送礼物。开播了吗？你妈素质这么低，恶心！建议回去熟读《情商》这本书。哎，别说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去给徐总送个礼物吧，可以吧？给他送个礼物，都哥们儿。哦，感谢魏皇赠送的虎牙一号，魏皇大喜。明天回礼一个，我刚才在弄美颜，你知道吧？那想要不要开美颜？后面想想算了，年纪大了，不搞那些偶像路线了。说实话，肥仔那个美颜确实有点夸张了，好吧？有点反人类了。徐律师说他没开美颜，我看了一下，他他妈开美颜了呀！他妈嘴硬的，他妈逼的美颜开的比我还严重，还嘴硬，妈的，357还在嘴硬啊！357，我嘴硬，嘴硬啥？啊，我跟他狗开美颜了，好吧，狗开美颜了。母痛绝，魏妈的皇三大五，喜，你看357啊，357这。明天回礼一个。357这个头发根本遮不住他的发际线了，兄弟，你们看，匈奴都没办法，兄弟，那个明显他他们妈的的天辉中发际线上啊，移，兄他弟，现在是去一边兄弟，他可以看一下这发际线明显上移，兄弟。我头发他妈货真价实，兄弟。什么叫假发啊？说了，现在不走偶像路线了。科学直播他妈死路一条。他说他是吴奇隆，你是肥仔，他他妈吴奇隆个鸡巴的，他妈357非要搁那装吴奇隆。森哥，你看森哥这鸡巴直播还打灯呢，兄弟。秀女，我灯没办法，兄弟，我这灯你妈不开，就是你妈训练室全一片黑，怎么办吧？还好他妈现在有头发，我操！不然他妈的，要357那种过来直播，这灯光他妈直接 DJ 现场。